非常抱歉，由于导演怕超少年密码泄露剧情，所以昨天导演请关海去喝了一天茶，目前仍然生死不明。作为他的电脑，我已经在 Finding Soul 剧组进化成了 AI， 目前不知关海生死的我擅自做出以下决定。不，这我们的，只有我们七个。对对对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应该不会是这个吧？这个多少钱？这个现在刚买回来不久，现在不行。如果是这种的话，好，私人的，那里面值多少钱？刚好一个亿，一个亿，不留了，咱能不留了？现在换吧。我应该你帮我，然后你还帮我抹。我上下船，上下船，拍摄，上去吧。啊！龙老师，哇！哟！待会儿教练给你弄，这个你先拿着吧。对，放心吧。哎，好，慢走。对，是不是很凉啊？刚下身也很凉，因为身体是暖的，对吧？怎么样？过后是很暖了。大哥，就是我们的船不要离他们太远了。所以我们下去了，拿着。
还有挺简单。感觉好像没想去了。这什么？我不知道这什么。这水母吗？刚有条很长的，你不敢去抓。什么？不是他怎么样抓吗？你不是怎么样抓，你不敢去抓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那条也是这么个比较长的。我帮你拿吧。啊，我拿吗？给他们。啊，等一下，我先拿这个，海参拿着。那个也是海参吗？对，那海参。刚看到一个那么长的，我感觉。为什么？那太吓人了。乱修满嘛，我这个。下面没人理你，知道吗？前几天那个出来了，看一眼，看一眼，看一眼，那个人出来了。好好，不是说都放生了吗？这哥们还可以啊，出来了，给他拉出来了。他会夹你吧？给拉出来。他估计就那个什么蟹，寄居蟹，带回去养吗？我弄小蟹，我弄小蟹。这是我拉的那个。我会回来的，会回来的，回来的，来的。